没有籽的火龙果，你们吃过吗？三个蛋黄，加入白砂糖、牛奶、淀粉，搅拌均匀。等到完全融合在一起了，加入两坨红薯泥。这里要注意，全程开小火慢慢搅，千万不要着急。蒸出多余的气泡，放进冰箱冷藏4小时。表面刷上蛋黄液，烤箱200度烤20分钟。无籽火龙果打底，插入一片柠檬，用气泡水和鸡尾酒做出分层。看看这完美的虎皮，来，你们先来一块，口感软糯香甜，还可以吃到红薯的颗粒。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